大家好，每天都是好消息啊！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啊，继续传播啊，与我们家传统川普总统有关的一些个好消息。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最让我两个吧啊，最让我这个心里感觉到特别的温暖的，也特别的有信心的是两个消息啊，然后有其他的一些个辅助性的好消息，所以呢，我跟大家一一的道来哈。首先，第一个呢，是我看见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牧师啊，叫 Mark Tanner。这个人他做了一个演讲，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态啊。所以呢，我把这个翻译过的中文一个字不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看这位资深的牧师，他说什么？川普一定会最后胜利，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耐心，过程会非常的艰难，大家要有行动。但是结果肯定是光明的，啊，这个他是在2020年5月啊做的一个演讲，同时呢也接受了一个采访，都在说这个话啊，非常好。今天有很多个罪恶已经被曝光出来了，然后呢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大征战啊，请你们为美国祷告吧，因为美国在世界的塔尖是征战的前沿的阵地，如果神真的要惩罚美国的话。他就会在2016年让希拉里·克林顿上台做美国的总统。如果是那样的话，啊，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处在核战争的一个状态，大家现在都已经藏身在地下隧道里面了，一切都已经灭亡了，啊，没有希望了。相比之下，啊，你们还会认为现在情况更坏吗？显然不是。大家想一想吧，为何啊，神要让川普成为美国的总统呢？因为神要在地上成就大事儿。啊，很好啊，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换的时期，而往往在转换的过程中的时候，人看起来情形总是不是那么的有利啊。当起诉书公布的时候，他们在暗中所做的事情将会震惊美国人民，震惊全世界的人民。最近我看到有好多个起诉书，啊，上一次我看到起诉书的数量，仅仅在美国就有多少呢？就有9万多份，还要在全世界范围之内进行一个大的清理，因为恋童癖、儿童贩卖、人口走私啊、儿童献祭等等严重的罪恶。已经在全世界失控了，全都是针对儿童的一个犯罪。当大曝光开始以后，不仅有很多人会自杀，还有很多个人呢会因为判过罪而被逮捕入狱，会看到最高层的犯罪啊，甚至川普总统都说了，奥巴马犯了叛国罪啊，称之为奥巴马门的丑闻啊。然后呢，我要提醒大家远离主流新闻媒体，从政治的消息来源。获得真实发生的信息，不要关注那些个坏事，而是要相信好消息啊！我觉得这个话，我看了以后真的是很开心啊，而且还挺长，它里面讲了很多个信息啊。我觉得他的那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啊。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你看这个土共中国，他特别愚蠢，他老觉得川普总统就贸易的问题跟中国在那里叫板，他受不了。然后他发动了这个生化武器啊，就是武汉病毒。然后他操纵美国的大选，然后他跟民主党这帮人搞一块儿。其实民主党灭土共的概率更大，为什么？因为他土共知道民主党做的坏事太多了。你想想，两个流氓啊，大家你知我知的，当一个流氓占据更大的主动权的时候，他一定把这个小流氓要给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嘛，就是你为什么皇上要杀我呀？是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是不是？现在就是习近平知道的太多了，拜登、奥巴马那一定要把土包子干掉。我昨天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评论，他就讲什么呢？他说我早就预言过，土共最后是一定是毁于细胞子的时候，而毁于细胞子这个时候主要是什么？就是这个武汉病毒，他不应该搞这个事情，他太低估这个西方世界了。现在有很多个消息都在糊弄啊，你比如英国啊，英国本来是。也是小日子过得太小清新了，也是不管这些事情。你看，就眼睁睁看着香港就被这个中共就搞砸了，就完全变成一个狗屎地方了。然后呢，对美国对中国给他的那个大量的这个病毒的感染呢，他也是好像觉得跟中国没关系，自己想办法再解决。但是这种情况最近变了，英国也开始认同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武汉病毒这个事情啊，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土共中国。
啊，这个叫做什么放出来，而且这个英国的情报机构啊有足够的证据，而且现在已经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主要是调查病毒是怎么出来的，知道吗？啊，过去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个所谓的泄露的理论呢，虽然是啊持怀疑的态度的啊，但是现在来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为什么？现在时候到了，所以我看了这个消息以后呢。我很高兴，这个牧师是一个有先知判断力的、直觉判断力的这么一个牧师，我觉得很好。然后他里面还讲了一个观点，你看到没有？他说，如果说上帝不成全美国的话，啊，上帝不是要在美国啊成就大事的话，2016年川普总统就没有可能当总统的，他怎么有可能？你想想嘛，我说过无数遍了，那个时候包括我在内，都认为川普就是陪跑的，就是一个配角，就是打酱油的，是吧？用中国人的话讲打酱油的。结果没想到川普真赢了啊！上帝在美国成就大事，我跟你说，美国陷得太深了。如果说上帝不管美国的话，那个时候。希拉里铁定当总统。希拉里他这个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会输给川普啊，民主党也从来没有想过会输给川普。所以呢，川普真的当总统以后，民主党所有的人都疯了，你知道吧？就完全受不了，他就开始胡搅蛮缠，就个弹劾的事情，屁大点事儿就弹劾，为什么呀？你还是个民主国家，那川普总统是正儿八经的民选上来的总统，好吗？就是因为他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所有的计划都安排好了，结果。中间出幺蛾子，横空出世一个唐来的川普，把他们的计划搅黄了。所以他们在拜登的时候，要穷尽一切的不要脸的手段，要把这个事儿要掰过来玩，以至于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之下，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民主党深层政府伪总统，他们就是一群贼。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很好，而且他讲得很好。如果说那个时候让这个克林顿上来的话，希拉里上来的话。今天早就开始，全世界开始核大战了。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真的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希拉里和这个中共的勾兑，都完全不输给这个拜登。那肯定的，是不是？拜登是在民主党的这个阵营里面，他是小跟班，他什么都不是。你说是不是？正儿八经在民主党里面说话算数的，第一是克林顿啊，两口子；第二是奥巴马。啊，第三是这个什么老妖婆，那拜登不知道排到10名以外去了，知道吗？这最后是没有办法的，没有人，你知道吗？最后就只好用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可以控制的人，那当然就是老不死的拜登了，他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说那个时候希拉里上来的话，他一样的也要收拾共产党，而且收拾的那很多了。我之前拜登这个川普还在当总统呢，我就讲过，真正。中共还有一次机会，就是好好跟川普合作，把这个贸易这个东西搞得自己要像一个文明人，要守规矩啊。你是要做生意，美国人也要做生意，但是你要讲规矩。你如果不符合规矩，没人跟你玩。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在办公室开会就可以形成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搞什么武汉病毒，不需要操纵美国大选，根本就不需要一天到晚开这个飞机在台湾岛四周在那里秀你的那种愚蠢的那个破飞机，是不是？根本不需要搞得这么紧张，好好谈呗，是不是？完了以后守规矩呗，改一改呗，不就得了吗？偏偏不愿意改，以为自己能够怎么地？以为自己真的有本事，非得要搞什么武汉病毒，要放出所谓的潘多拉的盒子，是不是？要用武汉病毒伤害全人类？有的看啊！上次希拉里没完成的事情，拜登这个家伙也是作恶多端的，他一定会掩藏自己的罪恶，他一定会打的。最后你会看到，根本就是我们这些个爱国者，不关我们什么事儿，真正打起来的是伪总统和习包子他们之间的格斗，而我们这些爱国者反而相对比较安全。你这是这么一个格局，我觉得他分析得很对。就正因为上帝没有抛弃人类，没有抛弃美国，所以呢，希拉里中途突然就掉线了，突然就失败了。他到现在估计都没想明白为什么。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那第三，这个话里面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啊，就是真的是这是个世界性的事情。这个观点也不是特别的新鲜了，以前我们也说过啊，各种恋童癖。那今天跟大家讲个恋童癖，昨天是讲过了吧？对，昨天讲过了，但是还可以讲一遍。就是伪总统，他是恋童癖，是上瘾。他看见一个5岁的小姑娘坐在那里，还说人家像个19岁的小姑娘，啊，还说你看那个小女人，说她是小女人，还并着个双腿。你说他都想什么呢？他脑瓜子里面恶心不恶心？那今天更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彻底暴露的这个伪总统，他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老年痴呆。
呀，就是脑瓜子已经完全神志不清的一个人，这两天不是那个什么叫做阵亡将士纪念日嘛，美国最重要的节日啊，说伪总统好歹也是一个假模假式的总统嘛，是不是？说要去这个什么部队里面去看一看，对着一群这个将士要讲话，讲着讲着突然，刚进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跪下来了。啊，一个膝盖就跪在地上，旁边的人吓得个要死，以为他是不是站不稳了，结果发现不是，他是跪下了，下跪。心想你对一个军人下什么跪呢？你不是开玩笑吗？有毛病吧？哎，后来有人就是把这个视频啊，从头到尾给他放出来了，他肯定这脑瓜子就是已经是短路了，你知道吗？就是已经神志不清了，他满脑子都是什么呢？在白宫啊，在国会里面跟那帮家伙啊背地里开秘密会议啊，就想着怎么样煽动这个黑命贵，要把美国搞乱，完了以后乱中取胜，让川普不要有机会反击，满脑子都是在搞这种事情，搞阴谋，知道吧？这时候他面对一些将士，你是公开的，你是大大方方的，你好歹也是一个伪总统啊，比一个伪三军总司令，那你就大大方方讲话就行了呗。你从来没见过一个总统对一个士兵你跪什么呀？你是老大呀，是不是？哎，你他就是已经完全不做主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牧师的话里面有很多个信息值得分享。关键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要为美国祷告，第二呢你要有信心，第三你要行动，要行动。你看今天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啊，就讲说这个佛罗里达那个地方，当然是支持川普的这个最红的州之一了。他们就讲说，你看整个河道上，整个这个海边的那个海滩上，还有整个这个大量的游艇啊，都出来就是游行。然后上面挂的旗帜都是什么？川普2020，这不是川普2024，有没有也有，但是我看了一下，90%的旗帜都是川普2020，所以我看了以后我特别感动。按理说这个事儿都过去了呗，是不是？人家伪总统在白宫都上班了，是不是？完了以后国会也认证了，你干嘛还要说2020呢？是不是？还要川普呢？而且我看那旗子不是过去的旗子，是新做的，因为没有彭斯的名字，就只有这个什么川普的名字，川普2020，没有川普下面一个小字儿，彭斯，是不是？这就是美国的民情。这些我看了以后特别感动，就是你作为一个美国人，真的，他跟我们真不一样。跟我们这些个所谓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的华人真不一样，他根本就不会像我们一样就那么怂包，你知道吗？就那么认输啊！就像这个最近这个国内流行的所谓躺平，你仔细想想，它是一种认输，知道吧？就你要躺平干嘛的事？你得要努力工作，是不是？你觉得你中国工作不好，你可以出国工作，你可以去非洲啊，去这个东南亚呀，你可以离开中国，你躺平，你吃什么呢？吃父母的嘛，就是它就是一种放弃的姿态。所以我看有的人在那里批评说躺平这个东西不好啊，这个应该批评。我觉得批评的也有道理的啊。总归呢，就是你活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跟大家说无数次啊，新疆伦理的三大精神，一个是责任，一个是使命，一个是激情，这三个东西它是一个所谓的三一模型。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同时拥有，你才能做大事儿，你才能成大事儿啊。说上帝在这个美国成大事，人要干什么呢？你要有你的责任感，有你的使命感，有你的激情，你要什么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你看这些个美国人就是这样子的啊，他们这是这会儿的，他根本就没有躺倒，是吧？根本没有说，哎呀，那就等吧，那就认了吧，那就4年以后再说吧，根本没有这样的说法，还是在讲这个美国的2020的大选，一定要搞清楚事实。你仔细想想，它简直是像一种什么，像一种行为艺术，真的就特别的让人感动。就这些个人，他就是脑瓜子就是非常简单，他不像我们是这个越想得多，你越一事无成，人家反而想得很少，他反而能成大事。所以基督徒也是这么讲的，你作为一个有限的人啊，圣经也这么讲过，什么你不过是人，所以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不要一通乱想，是吧？因为你太小了。你说一个地上爬的一个蚂蚁，他能想我一个这个人在想什么吗？是不是想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吗？你根本就理解不了，是不是？那我告诉你，上帝和人之间的差别，比一个蚂蚁和人之间的差别那要大得多啊。所以我们就反复讲过，人呢，在这个有限的世界，因为人是有限有罪的人，很容易一事无成。但是你要做大事，你真的就是只有一个办法是可以确保你做大事的，就是
简单相信。完了以后呢，就是永不放弃啊，矢志不渝，刚强壮胆，其实都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就是简单相信，就是你凭你的直觉，你就知道美国这毫无疑问的这个大选被偷了。你用最简单的数学常识，1+1=2的常识，你就知道不可能川普输掉，不可能伪总统赢了。你简单相信这一点，完了以后，你一旦确定它是事实，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呢？是不是？明明是一场偷窃，你为什么你要放弃呢？所以，我看到这些事儿啊，呀，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分享一些我的一些个体会啊。就是你看到美国，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人，所以美国这个国家他是不死的，真的。美国这个国家，你不要以为看他是挺乱的啊，他也讲了，这个牧师也讲了，说美国这个国家现在充满了乱象啊。美国的国家是什么？大征战啊！我之前也说过，是观念和观念的大战啊。但是依然有上亿的人抱着一颗简单相信的心态在做他该做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你看这个德州好消息啊，他们通过了一个选举改革的法案，知道吗？这个核实邮寄选票证件，选民如果不要求，就不可以发放邮寄选票，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常识啊。然后呢，然后就投票啊，完了以后呢，一些个民主党的议员呢，看到根本就无法阻止，太少了他们的人数，然后就集体就退场了，知道吧？啊，然后就不表决，不表决，你以为你拖泥带水的，你以为你瞒天过海你能过关吗？然后结果就表决就通过了啊，这但是这个，然后一通过以后，这个左派就开始就搞这种事情，还集体退场，你知道发生的什么事儿吗？就是德州的州长就发火了，就说你为什么要退场？你可以反对嘛，是吧？你为什么要退场呢？这个事情，让你这个选民不要求邮寄选票的话，你为什么要给他发邮寄选票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多简单，是多复杂的事儿吗？所以德州的州长说了一句话，说将停发那些退场的议员的薪水啊，然后因为你不工作，所以我要停你的工资，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这么简单。这就叫简单相信，你就根本就不需要复杂的道理，你知道吗？所以你想想美国的这些事情呢，特别有意思。我每天我都被这些信息包围，然后我都要一天到晚我要感慨好多次。我不是感慨美国人多么的单纯，多么的简单相信，我是感慨我这种人多么的怂。真的，我们这些人一辈子没做成一件事情的，真的是中国人。你看看有什么呀？你看中国的历史也是一会儿被这个什么这个蒙古人统治，一会儿被满族人统治。其实中国早就不在了，是不是？完了以后，现在的中国，其实我告诉你是被什么过去的苏联人统治的，共产党只是苏联过去的一个分支机构而已。中国哪有什么什么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完全也是被西方人统治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原初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好吗？就是，就特别就这么容易放弃。完了以后，这个国将不国，人将不人，都是猪狗一样的生活。你看人家以色列，我上次也讲过的，2000年没有国土，所有人都分散在全世界，就靠一本圣经维系着所有人的灵魂。几千年以后，居然重新建国，跟过去好像过去分离开了以后，大家分散了，好像没有几天就放了一个星期的长假，大家依然记忆犹新，这怎么可能呢？你想想是不是？你搁中国，你看看，早就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了。真的，我们要向人家美国人学习，向人家这个以色列人学习，学习简单相信，学习持守你的理念，学习从一生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情，永不放弃。真的，向川普总统学习。你说他的日子过得很好，他什么都有，但是还是依然如此的简单相信，如此的勇往直前，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啊，总之呢，我觉得这个好消息挺多的啊，尤其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牧师的一个演讲，佛罗里达州的人的那种这个依然坚信2020年大选属于川普，还有德州的这个选举法的立法，那都是好的不得了的事情，知道吧？特别好，加油吧！啊，你我都有责任啊，记住三个词儿啊：责任、使命、激情。谢谢大家。